哎，静叔，这个周末上次参加比赛同学想要聚个会庆祝一下，你有时间吗？这个礼拜嘛，啊，我每个周末都得跟同学一起补习，因为比赛落了一周，我得补回来。是跟楚优宁？好吧，还是学习比较重要。静叔，你是个很优秀的女孩，我相信通过努力一定可以完成自己心中的梦想。只是不要因为有些事情阻碍了人生前进的脚步。嗯，谢谢，那我先回班了。加油，那我也走了。楚若宁会是我的障碍吗？你有没有想我呀？没想，没想，你太浮夸了吧，才一周而已。那你有没有想某些人啊？啊？徐静初，真厉害呀，全国一等奖哎。没有，运气好，一等奖很多人的。哎，那我问你呀，那个阿世民，你们俩有没有发生点什么故事啊？没有，我们真的只是去参加一起参加比赛而已。那你们俩有没有一起出去玩呀？对呀，对呀，对呀。真没有，真没有。嗯。启哥，让不让人上课了？下节英语课，你拿本历史书干嘛呀？我复习一下不行了。看来我不在，你有好好学习吗？那肯定啊，我很忙的，好吧，每天都心无旁骛的。我求你啊，这周末你有空吗？干嘛？这次你帮我报名，还鼓励我参赛，我特别感激你。这周六我请你吃饭，可以吗？啊。喜欢一个人，是不是要成全他？徐静书，你知道更好的。这个，这个，这个，这个。没有你的鼓励，我也得不到这次机会，真的非常感谢你。徐静书，我有些话想跟你说。嗯，你说。我觉得我自己在学习上对你的帮助并不是特别大，反而老是拖你的后腿。与其你老是带着我补习，不如你自己多花点时间在自己身上，就别管我了。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啊？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回想之前很多时候，觉得自己脸皮特厚。明明是你的负担。
这就是你为什么一直没有给我发消息的原因。徐丁叔，对不起。解不开这道题，谁甘心先放弃？轰轰烈烈，演出演能不能安静点啊？你要睡觉你就好好睡觉，没看到我在忙吗？